阿北准备投上九场三班千四米，准备一起步啊，出得相当齐嘅马上得胜啊，慢啲啊，前面快嘅马双龙出海噶，见到中间海南一号啦，内栏爱的呼唤啊，中间位置仲有万醒区啊，响外边白衫红袖一只就至尊飞升啊，跟住中间骏马名区啊，后一浸嘅马啦，有胜利攻略就蓝色眼罩黄帽噶，内栏红衫红帽火热动感啊，中间多彩啦，出面阿哥精神啦，后边嗰几只马有天山咧就橙色衫噶，内栏尾衫马上得胜啊，殿后一对有绿色威同埋呢只咧就系好心思嚟噶，好啦，跑到对面直路尾开始转紧呢个人气弯啊！前面带头嘅马咧就见到有呢只双龙出海噶，至尊飞升紧随第二啊，内栏第三啦，就系呢只爱的呼唤啊！再跟住外边咧有骏马名区一早望空，中间咧红帽嘅咁啊黑衫嗰只咧，仲有呢只海南一号响第五噶，后边嘅马内栏咧红衫红帽火热动感，中间万盛区出边蓝眼罩胜利攻略啊！再后边嘅马先见到中档有多彩马上得胜，大外档嗰边咧就系呢只阿哥精神啊，入正最后直路啦，双龙出海。开内栏，中间至尊飞升啊，中档骑上嚟啦，有只海南一号啊，再喺外边铲紧上嚟嘅马咧，仲有骏马名区，爱的呼唤入边咧，咁啊揾紧位上紧嚟啊，最出上紧嚟，仲有阿哥精神，斗到最后二百，海南一号已经出咗嚟先啦，埋边追紧佢，有至尊飞升同埋爱的呼唤啊，跟住后边仲有好心思，最后一百米，海南一号仲系占先，好心思逐步上，要影相啊，两只马相当接近啊，海南一号同埋好心思啊，两只马系相当近噶，埋边咧，咁啊黑衫嗰只咧。就是爱的呼唤嚟噶，最后一百米，哎呀，转转脚噶啦，海南一号，咁啊，但系仲系占先，好心思一路压，要影相啊，两只马人好近啊，好近好近好近，睇下边只先，好心思定系海南一号咧？个势由海南一号落翻去，不过呢步咧，好心思又落翻去，好难睇啊。嗯。第三咧就是爱的呼唤啦，第四咧就见到至尊飞升。其实啦，我哋睇到一二一对重磅马流到好后嚟追嘅，嗰只二都追得唔差嘅。你见到阿安国伦咧压线嗰部只马，本来应该向上嘅个马头，嗯、都压翻落去，影到啦六啊！应该输，你应该输，你应该输。好啦，第一点跑啦，起步。其实你话走嘅马真系好少，睇啲骑师嗰啲动作。嗯是啊，雙龍出海是要放的，但你想想他如果自己單騎零放，他會放什麼步速啫？咁結果第二段廿二秒六一就很慢啦。咁跟住開面就至尊飛升，咁益嘅係咩馬咧？咁啊，梗係手腳好位嗰啲啦，係咯，愛的呼喚啊，海南一號都係啦。阿潘頓話：，唉，可能一號醒落啊，佢個位。不過我都即都再需要睇愛的呼喚到底佢直路上面嗰個位幾緊迫啊！如果你話有嘅喎，咁呢只馬你哋自己要。計一計數啦，我就一早已經覺得佢三班就唔係話好叻嘅馬嚟嘅啫。咁駿馬名區就沿途三疊啦，佢個位置就俾阿海南一號攢住咗。其實佢又係咯，昙花一現咁入到直路係威係實一騎落去，哦冇㗎。反而睇下包尾嗰隊點走上嚟啊！好心思同埋綠色威。嗱呢度就冇位嘅愛的呼喚，但係照計如果人哋都未走甩，你忍得更多㗎，係咪？佢心急就有位啦，攞埋好心思个位啦，好心思就要转出去。嗯，冇借口啦，呢啲都有好短、好长时间去俾佢加速。咪系咯，不过呢组又系成群马都一齐。